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每日头条》，我是薛然。今天是美东时间八月三十一号星期三，来看今天有哪些最新消息。八月三十号，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去世之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各国领袖纷纷发来悼词，但习近平却没有发悼词。去年诺贝尔和平奖共同得主、俄国独立记者穆拉托夫说。 戈尔巴乔夫喜欢和平而不是个人权利，中国网民则呼吁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出炉，中共网管迅速屏蔽删帖。三十一号，中共外交部在记者会上只提到戈尔巴乔夫曾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作出贡献，但避而不谈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历史亮点就是终结冷战，在他的任内苏联解体。时评人兰树认为。 中共当然不会，也不敢纪念戈尔巴乔夫，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戈尔巴乔夫选择勇敢地结束苏共，而中共邓小平则选择把坦克开上天安门广场，血腥地镇压中国的民主运动。而中共直到今天，仍然在他的党内不断地以戈尔巴乔夫的那个决定前苏共解体的。 那个结果去提醒他自己的党员，要他们坚定所谓共产主义道路的自信。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让中共非常害怕的名字。另据法新社的报道，当天莫拉托夫在戈尔巴乔夫帮助创办的独立报纸《新报》网站上发表文章说：“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点。他爱他的妻子胜过他的工作。他把人权置于国家之上。” 他把和平的天空看得比个人权利更重要，他鄙视战争，他坚信用武力解决世界上的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他释放了政治犯，戈尔巴乔夫给了我们三十年的和平，谁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报道中除了向戈尔巴乔夫致敬之外，这些言论听起来像是对普京的指控。戈尔巴乔夫曾用他在1990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 帮助这家1993年创办的独立报纸，穆拉托夫任总编辑。该报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受到压制，被迫于三月份暂停在俄国出版。而穆拉托夫在六月二十号国际难民日拍卖了他的诺贝尔奖章，将所拍得的一亿多美元全部用于救助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乌克兰儿童。据路透社的报道，三十一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浪漫希望是场错误。俄罗斯与西方没有浪漫期，必须在普京执政下进行调整。但中国的网民却大赞戈尔巴乔夫解体了苏共，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历史功绩，更呼吁中共内部可能也有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在微博上，有人说戈尔巴乔夫是把人民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政治家，还有人说他是苏联最有良知的领导人。 也是人类艰难文明进程中民主自由的推进者。还有的评论，戈尔巴乔夫说：“对于舍得放下自己手中权力的人，我还是会比较敬佩的。”这条评论获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中共二十大定于十月十六号召开。二十大在人事方面有两大看点：是否敲定接班人，以及谁会出任总理。根据分析，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指挥微调。 只有栗战书和韩正退休，而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二十大之后一定会卸任。符合条件的接班人是汪洋和胡春华。《青岛日报》三十一号刊文指出，习近平二十大铁定连任，即使最核心的政治局常委会也只是微调。根据换届领导人七上八下，就是六十七岁连任，六十八岁退休的规定，只有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退休。 总理李克强、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纪委书记赵乐际都将连任常委，但六十九岁的习近平不受七上八下的限制。文章中表示，五年之后，习近平将满七十四岁，不过以现代人的健康标准，仍不算老迈。何况习近平还肩负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因此这次党代会可能不会敲定接班人。 而李克强已经担任了两届总理，根据宪法肯定要卸任。按照惯例，总理人选一定要有副总理的经验。目前符合条件的只有两个人：汪洋和现任的副总理胡春华。《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楚百亮撰文分析，习近平连任基本没有悬念，汪洋可能会接替李克强。文章中表示，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每五年举行的一次精心编排的仪式。 让约两千三百名代表聚集在一起，他们很少表达不同意见。习近平的权利以及中共对他政绩的大力宣扬，都在暗示习有很大的可能连任。而习近平的接班人目前显然还没有出现。许多专家预测，习近平将不会在中共二十大确认接班人。追踪中国政策制定的策委咨询公司政治分析师罗杰认为，下任总理可能是在现年五十九岁的胡春华。 或者是六十七岁的汪洋之中产生，而汪洋显然是两人中资历更高的那一个。英国军事情报部门三十一号公布最新报告，证实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在乌南发起反攻，并在一些地区成功的将南部前线推进了一段距离，而俄罗斯急调兵力增援，新成立的陆军第三军团可能投入乌南前线作战。情报指出。 自二十九号以来，乌军继续从多个方向袭击俄罗斯南方部队，并且在某些地区利用相对薄弱的俄罗斯防御。俄罗斯现在可能会尝试动用预先分配的机动预备部队来填补防线缺口，其中可能包括一些从乌东抽调的兵力。新第三军团的志愿营于二十四号离开了莫斯科附近的基地，很可能在乌克兰进一步部署。 第三军团很可能人手不足，并且训练有限。军事分析家表示，在最近几周，俄国各地正在组成志愿部队，准备部署在乌克兰，其中包括陆军第三军团，对付乌军在南部的反攻。不过，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这个新军团不至于改变战事。如果是人员训练或纪律欠佳，更好的装备不代表军力更强。 另外，英国国防部三十号公布最新战情分析，指出，乌军数个旅在南部前线加强了远程打击频率，继续对俄军的补给线进行精确的打击，扰乱俄军补给。但目前还无法确认乌克兰在反攻的方面取得多少进展。俄军早在八月初开始就不断地向乌南调兵，南部军区的第四十九联合武器集团军中。 很有可能已经增加了东部军区第三十五联合武器集团军的部分战力。这类型的部队整合代表俄军已经进行重大改组。如果乌克兰在南部战线持续反攻，这类未经考验的军事结构能有多少凝聚力，将会是俄罗斯未来在南部能否持续防御态势的关键。此外，据央社的报道，三十一号，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巴特尔表示。 俄罗斯已经派出前总理基里延科负责办理假公投，来吞并乌克兰部分土地。这类公投很快就会举行，假公投企图为公然掠夺土地赋予表面的合法性，但这将违反乌克兰宪法与国际法。民调数据显示，如果办理自由的公投，乌克兰人民会选择不加入俄国。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离任之前，终于决定在三十一号公布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犯人权所做的备受瞩目的报告。法新社报道，巴切莱特的发言人劳伦斯指出，今天结束之前将公布新疆报告。巴切莱特曾经承诺，在任期届满之前公布报告，报告因此将在他四年任期的最后十小时公布，成为任期内最后一项行动。 曾任智利总统的巴切莱特一年前告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必要就新疆情势进行独立评估，并暗示人权高专办公室就此进行的报告即将定稿。但是这份报告一再延迟公布，引起了人权团体和部分国家的不满。三十一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驳斥巴切莱特的报告，强调希望他不会在任期最后数小时公布。 此前二十五号，巴切莱特在记者会中坦言，面临着公布或不公布报告的极大压力。他说：“我们非常努力，尝试履行我所做的承诺，但是我不会因为任何诸如此类压力而公布或扣除报告。”巴切莱特五月份曾走访新疆，但是这趟等待已久的新疆行引发了人权团体的批评。 上海、重庆、四川、辽宁、河北、西藏等至少十四个省份近期出现了奥密克戎 BA. 点二点七六变异株。中共国家卫健委三十一号公布，过去一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三百四十九例，无症状感染者一千三百二十六例。成都、深圳、石家庄等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纷纷实施严格的管控措施。成都当局宣布，从三十号起。 全市范围实施局部交通管制，所有的公共娱乐场所暂停五天，推迟秋季的开学时间。当时居民表示，封闭状态只有配送，这两天蔬菜、猪肉的价格都上涨了。有市民发视频指出，半夜里大量的民众将超市抢购一空，还有小区夜里被墙板封闭。深圳截至三十号，当局封控了共有九百零一万人口的龙华区、福田、罗湖以及龙岗区。 停驶了二十四个地铁车站以及三百三十五个公交车站、批发市场等暂停营业，每天全员核酸检测。石家庄从二十八号起实施全域静态管理，公交车停运，全员居家办公，商店暂停营业。武汉规定三十号零时起，市民群众进入社区和各类公共场所必须持有四十八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已经筛检资讯，否则会被赋予灰码。 另外，辽宁沈阳、大连的防控也都有宣布升级，包含加强筛检、暂停堂食等措施都已经寄出。网友发帖表示，因为有新冠阳性的人来过他的店里剪发，店里全部人员被要求七加三十天的隔离，防疫部门要求指定的单位对全店进行了消杀，仅仅五分钟的消杀竟开出了一万六千元的天价消毒费。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 高的官是，呃，利用这种清明的政策呢，他必须得拥护、坚决执行，保证他的升官不能因为疫情受阻。那下边的人呢，就无所谓了，他就是逮着机会就挣钱呗，坑蒙拐骗呗，就是强买强卖了、啊。你你你你买的萝卜必须大白菜就那个感觉，那消杀的名义，这个是绝对是某级官员他利用自己的权利，的这个中饱私囊。两，他们更希望。 告观众朋友，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巴切莱特将在今天结束之前公布新疆人权报告。中共政府表示不希望公布。您觉得这份报告会对中共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感谢一直以来帮助我们点赞、留言以及多次捐款给我们的观众。希望之声是非盈利机构，您的每一份捐助都会用于提高节目的质量和丰富内容上面。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和点赞。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